对，要半圆，这样画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因为怎样，这个皮你会不知道在哪里，所以我们要怎样，切掉一半，好，然后往这里画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这边也要画出去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边也要画出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我们的圆也是这样画的，因为如果上面是这样，是不是这个也要出去？对。啊，这里这样知道了哈，好，把它擦掉。擦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地方刚刚讲这边要不要切掉？对吧？不要。对吧？切掉。嗯。这阿妈听得懂，这样回去也会打稿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要怎样？啊，一半尖尖的地方画到一半，这个尖尖的地方画到一半，画到这里的一半，这个西瓜的一半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有没有角度？有。这样看是不是有一点斜角？对。然后这个西瓜是有点斜斜的，所以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，所以你看学到国画又学到素描，哦，那等一下我们来画，那大家来。